我出红色切尔西，我出金色切尔西，那我就出蓝色切尔西。这不就是剪头皮鞋吗？咋会叫切尔西？这下惨了，我没有听说过切尔西这个东西，我要是出错的话，我们就恢复不了颜色了。胖丫加油，好好想想。切尔西，切尔西，我就蒙一个吧，黑色切尔西。小树成功，恢复颜色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恢复一点颜色了。谢谢你，五婆婆。不客气，下一个，小清楚。我要出一个简单的，大家都会的。我出起源之力。那我就出虚空之力。那我出融合之力。恁啥都出完了，我出啥呀？对哦，这个看起来简单，其实不简单。那我出洪荒之力。啊！小厨失败，失去颜色。啊！都怪你都弄了，好不容易恢复你的颜色吧，这一下又全没了。那咋能错了哎？洪荒之力不是也有很大的力量吗？因为他们出的都是迷你世界的力量，你出的和他们不一样。啊！是我连累了大家。没事，我们再来。这回我先出，既然大家都喜欢迷你世界，那我就出迷你世界妮妮。竟然是觉醒者妮妮，那我就出觉醒者卡卡。啊，你们出的也太难了吧，都是觉醒者嘞，觉醒者只有妮妮和卡卡，那我又出啥哎？东东，你往那边，你最喜欢的那个也可以。哦，我出熊仔。我出地形人图案。小厨成功，颜色恢复。耶！哎，该我了，那我出一个一加一等于旺。那我出一加一等于天。哦，文字版的一加一。那我出一加一等于风。那我出一加一等于景。小树成功，恢复颜色。哇，咱的颜色恢复到肚脐了。对，你们的颜色已经恢复一半了，加油。那我出个迷你世界。我出植物大战僵尸。都是游戏，那我出蛋仔派对。我出王者荣耀。小树成功，恢复颜色。哇，咱的颜色都不死了，马上就恢复了。还有最后一句，小树成功，你们全部恢复颜色，如果小树不成功，颜色全部消失掉。啊，最后一句我给你们出黄色的。黄色的同类，那咱出啥？我出皮卡丘。皮卡丘动画人物黄色。那我出海绵宝宝。那我出小黄人。啊，那叫我知道的黄色的都说了，我出啥呀？东东，你好好想想，如果说你能出对的话，咱们的颜色就全部恢复了。对呀，你赶快想啊，可不能前功尽弃啊。啊，你把压力都给我了，我真不知道出啥，想不起来了。再想不起来，你们的颜色可以全部收回啊。啊，真不知道出啥呀。快想快想快想，谁的爸爸我。